乐乐，你不是最爱玩球吗？来踢过来呀，乐乐。小猫刚来这个屋，还不太熟悉呢。姐，在那吃兴奋剂了。哎呀，那这兴奋了。嗯，这干嘛呀？这，哎，哎呦呦呦呦，太兴奋的，这会跟他玩，跟他兴奋。思琪长得越来越圆润了，看着胖乎乎的。小师妹，诶，他剩你们三个了，那两只跑哪儿去了？胖虎，你看他宝宝的咋看的？这，还有一只呢，哪去了？来来这玩，你胆子最大呀，是不是？哎，真棒真棒，站起来了。来，你演一个大熊，演一个来。大熊，憨憨的大熊，胖虎，你带宝宝玩嘛？那又是我的事儿了，变成来，一、二、三，好啦，跟爸爸玩吧。这是咋了？妹妹咋了？妹妹，大宝找蓝妹玩，蓝妹不高兴了。干嘛呀，你娘俩？大宝，你别惹你妈妈呀！不要惹妈妈。蓝妹平时跟大宝玩的可好了，她今天是因为小猫来了。干嘛呀，胖虎啊？又教训你的宝宝来了？嗯，咋啦？可有人玩了，可有猫跟你玩了，还想跟人家玩呢？过来玩啊，看看你爸爸玩吧，看看你爸爸孤单的。这段时间，胖虎基本就是在这个屋跟客厅，然后大王子在那个屋，不能上。哟，他上这儿了，胖虎，跟小猫玩玩去，跟他们跑一跑，追一追，你也去吗？快去呀！干嘛呀？呦，这小家伙冲过来的！哎，终于玩上了！你追人家干嘛呀？看你儿子那灵活，胖虎，看你儿子帅不帅？一个个的，胖虎也是精神小伙，是不是啊？